穿校园制服的黄杰跟着麻辣鲜师的万老师一起出现在高雄六合夜市，沿路有许多选民争相合照。五号晚上，高雄市第六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杰跟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郭玉琴合体扫街拜票，现场相当热闹，带您听一下稍早访问。所以我今天就稍微比较轻便一点点，不过大家应该还看得出来我是万老师啦，哈。好，因为里面有写着万老师，有没有？好，所以今天特别来这个地方，体验一下南台湾的热情。我相信，其实我们在高雄一定会冲出非常漂亮的票数。他很用功哎，我补选这么多，每一个都乔装自己是学生，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装扮，而且他真的这样装扮最搭。就是我们的学生里面，其实真的就是穿这样，对，很赞很赞。郭玉琴频频大赞黄杰装扮很用心，黄杰也表示郭玉琴除了戏剧表现让他们印象深刻，这些年万老师热心公益替台湾发声，也有许多年轻人都很喜欢他，希望这次跟万老师合体可以成功冲选票，两人可以顺利前进国会。